好，各位观众，欢迎大家回来《三少天地》这一期呢，是我们继续用国语来跟大家就是做这个节目，做这个讲解。那因为上一期呢，我们的这个反应也非常的好。那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拜登先生啊，拜登先生啊，已经78岁了。那我上次已经讲过了，为什么我要用红色跟蓝色来代表他们两位呢？完全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啊。那我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政党，也没有任何的政见在里边，完全是在这个学术上面研究，我不带有半点帮助任何偏帮任何一方的这个观念在里边，只不过是一个研究，那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命上面拜登先生呢，你先不要看他的这个八字我先第一眼我在看的时候，当时候奥巴马他做这个副总统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好听的，就是很斯文，很斯文，很静，很安稳的一个人，很平和有一点带有一点微笑，很有礼貌，非常有礼貌的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的，然后让人家觉得说他这个人呢，就是文质彬彬，就是走出来的时候就好像有点弱这个完全就是他的这个形象，白皮肤白，白里透光。那首先我就看这个八字的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就是丁。丁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天干里边的甲乙丙丁甲乙丙丁的这个丁呢，它是属于火丁火呢，它是属于一个就是有礼貌。这个丁火就是火，就是属于礼貌，还有属于一种带有一种能量的要一点点的这个烛光的火这个一点点的这一种火苗呢，就可以慢慢就把它可以生出来，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寥寥的一个火大火源都可以。所以这个就是丁火的这一个特性。丁火的人呢，瘦一点如果是看到一个比较胖的、比较肥的那种丁火的人呢，他的运气也不会好到哪里。那丁火的人他比较瘦，比较瘦一点，有的时候会高高瘦瘦然后呢。也是讲话比较小声一点，然后呢，嘴巴比较小一点眼睛呢比较细一点。那这一个呢，就是属于丁火类的人，那他们呢比较小气的做事情呢比较小心一步一步一步都很小心。当时候他做这个副总统的时候，我就觉得国运应该不差，为什么呢？因为奥巴马呢就是一种大大咧咧的，就是有点好像不修边幅的，很大气的。讲话呢都是往这个大方向的，那这个在他身边呢，一个比较来讲呢，属于一种就温和一点平静一点。那这一个人呢，他在奥巴马身边呢，刚好就得到一个好像一正一负的一种帮助在里边。所以什么东西都要讲一个平衡。那他这个丁。来讲呢，我们一看他的这个八字一看就觉得，哇，这个丁实在是太可怜了，四面受敌四面受敌，除了他有一个印在里面帮身之外，这个完全就是四面受敌的一个景象丁丑又泄出去然后呢，他这个亥又在这个亥月亥月就正冲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官官正冲，又有这个财来生这个亥又有这个官来助这个亥来去冲那，来去冲那个丁。所以他这个丁呢，会不会我们说什么呢？难听一点，就是一出生就夭折，就长不大，就年少的时候就会经历很多，7岁不到的时候可能就走人了。那一看他这个天干，一看他这个命，这个就觉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呢，你这个就是表面，跟之前我们讲过特朗普先生的，他这一个表面跟他内里真的是差别很大。他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当时得令的，这如果是不是当时得令的，就是看这一个月份所生的这个丁火。
在一个大海，茫茫大海之中，哈，一片茫茫的大海之中，有一丁点的这个蜡烛，一个漆黑一片的一个大海里边，有一丁点的这个蜡烛在里边，有时候，啊，有时候如果它不灭，有时候它真的是适当的地方里边，在一片漆黑里边，一丁点的这个蜡烛，可能就是救命之火。五常丁即 ，OK， 五常这个丁即。丁呢，刃和什么化火 ？OK， 丁刃就和化火。己刃怎么样？己克刃呢？就是那么简单，克这个已经不成形了。然后这个五。铸大了，五铸大了之后，他的这个心要生他，想要来生他，生不了，为什么呢？被克，被钉克住，他的本命克住这个心，正正的克得到 ，OK， 因为这个心又被这个又泄了出去，又泄了出去到这个。所以他自身难保，他自己呢很弱，那这个害呢，他又怎么样呢？应对的这个无，他的力量已经强了，丁刃已经合化火，又有己土来盖住他的时候，这个无火又克住了这个害，而且这个害的旁边又有个什么呢？有个仇挡住了他，所以他的这个地支呢，属于他老婆了，可能他老婆呢挡住的他妈妈的这个景象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他妈妈很凶的一个妈妈啊，这个管教的很严格的一个妈妈。然后呢，他自从娶了老婆，年轻娶了老婆之后呢，他这个老婆呢啊就可以帮助他挡住他的妈妈